年度最大的国际茶酒咖啡展，明天起一连四天在南港展览馆举办，现场将亮相不少全球首上市新品，苹果副刊抢先直击。仿照日本传统绿布手冲技术，全球首发的法兰绒套组是日本富士烘焙公司首度跨足萃取机器的第一号作品，与杯内注水口的高低设计呈现咖啡萃取时的美感。结合92个国家咖啡爱好者意见开发而成的手摇磨豆机，特制玻璃避免粉末粘黏，而多达15种不同粗细的研磨刻度，让消费者磨出想要的咖啡粉。荣获纽约 MoMA 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典藏，美国冠军咖啡师御用的 Stag 手冲壶，内建指示温度计，迷形的壶嘴大小水柱或点滴出水都没问题。11月玫瑰金新品全台首卖。全世界台湾第一个上市集艾乐压冷泡手冲三种冲煮方式的新品，也是本次的卖点。加拿大手工打造全球唯一无手把细口壶，与另一款日本长期缺货的Takahiro 手冲壶限量版消光黑都是本次展场的首发。以釉下彩技术一体成型的高脚杯，再绘上中国水墨花鸟的图案，透过光线可以看到轻薄的杯身。东新闻报道。